49号是我的生日号，然后另一个是爸爸的出生年，那时候我就用49号来代替我跟爸爸的号码。第二题呢，就是你现在去屏东训练嘛？那你觉得你去屏东那边练习的时候，你觉得跟你自己之前可能高中的时候有什么差异性吗？比如说天气，或者你自己的状态，或是教练的指导方式等等，都可以。高中教练教的应该算是比较偏日式，然后我们进球，然后进职业的话，他那教练团他们是比较偏美式方面的，所以说可能有多元化的发展。天气啊，你这个头这样。头发那么多，哎，很多去屏东的球员都剃平头，哎，这样不会很热吗？我觉得还好，不会啊，适应习惯了。那你在屏东的室友是谁啊？李永勤。李永勤，还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？比如说你跟他在房间里面是什么相处状况？这样蛮干净的，就是说能看到这，遇到他睡比较好，跟他睡比较好，比较舒服一点，不会。可能不会那么乱。还有谁很乱吗？我不想讲。就即将进入冬训期，那你有什么规划或是安排吗？也是希望自己身体健康为主，然后把自己的身体强化更强。那你们不特别要做什么训练吗？还是什么？是做重量。做重量。对啊。那之后球队会有冬训吗？所以是要回屏东去冬训，还是？没有，我们是重训，就一直做重量的。回屏东去做重量。开之前最后一个问题，开之前你有一个最大的，有什么最大的目标？开之前就是希望能站稳先发，然后，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去健康，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拖完一整年这样子，一整年的赛季，希望不要自己让自己的运动表现掉滑，往下滑。那2020年要来到了年末，你要不要用一首歌来总结这一整年？我帮你上吉他。一整年。你想一下，请。啊。Need to matter.
轩，这首歌它的歌名就是叫《小蚂蚁》，然后这首歌的内容里面在讲说，有一只蚂蚁它在搬着树洞，然后后来搬到一半就是没有办法搬，它要搬到的它的地点，所以说在这首歌里面就是要坚持下去，对，不要轻易放弃。好，OK。